姑爷，姑爷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姑爷，我没有。姑爷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不用解释，我真没有背叛你。姑爷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我没有背，来，我帮你。你给我放着，老耿，你干嘛呀你？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这事儿跟你就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情况紧急，我来不及给你解释。我出门的事儿，你谁也不许说。看在我给你写了那么多小说的份上，就是生我气。 小姐，姑爷呢？姑爷，她没在屋里吗？她没在屋啊。手上拿的什么呀？给我。 霸道姑爷爱上我，二一呢？一我看完还给姑爷了。看来你们主仆二人关系确实不错，一起去了新门驿馆，现在都敢在我面前替他打掩护了。那不能，那个，我耿直一片担心向着小姐。向着小姐，表示一下，烧了他。 我带小姐去找姑爷，这边请。叶姑娘，这鹅也是你养的呀？对呀。我能摸摸吗？可以啊，随便。到了，小姐，应该就是这边。 但是走了这么长时间，依然没有看到姑爷的踪影啊！当真吗？当真。小姐，那是姑爷的东西。去看看。叨扰了，麻烦问您一下，这些东西的主人去哪儿了？跳河了。啊。 跳河了！姑爷呀，我没想到啊，你就跳河了！我说你区区怎么那么激动呢呀，姑爷！哎呀，小姐，我再不出门懒得一下也不至于如此啊，姑爷，姑爷，我可抓着你了啊！ 小姐，我好像听见姑爷的声音了，她是不是回来找我来了？小姐，小姐，你干嘛去？小姐，小姐，你可跑不掉！哎呦，这鹅还真大，又大又白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，过来了，过来喽！宁公子。 衣服烤好了，你先回屋换了吧。哎，好。小姐，宁公子穿好了吗？好了。
宁公子今天救了我，这些鸭蛋还请收下，只当是小小答谢。这怎么合适呢？还带了这么多鸭蛋。宁公子，喝点水吧。哎，我自己来吧。没关系，我来吧。你是我的恩公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那多谢了。抱歉，宁公子。没事没事。不如宁公子还是把衣服脱了吧，我再帮你烘干。也只好这样了。等会儿，三二一。宁立恒，我就知道。我娘子，没想到啊，你竟然是这种人啊！南都学院白去了，害得我刚才在河边我还臭不要脸。你听我解释啊，完全是误会。檀儿，我和聂姑娘我们清清白白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慢慢给你解释啊。嗯，好，那就跟我回去好好解释解释。老哥，你得相信我们。不听不听。哎，你看你我误会了。见笑，见笑。哎，檀儿，檀儿，娘子，娘子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这个事情根本就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我跟你讲，当时啊，我在桥上，我正吃瓜呢，紧接着一姑娘扑通就跳水里了。那围观的路人可冷漠了，一个救的都没有，也就是我一下跳下去把姑娘救上来了。姑娘为了报答我呢，就以身相许了。对，不，他没有没有，不是以身相许，以鸭蛋相许。你不想想，也就是你夫君能把人救上来，那是哥老耿早上水淹死了，也就是我见义勇为还能给姑娘救出来。我向你发誓啊，檀儿，我要是对你有二心，让我天打五雷轰。怎么每回都是你单独出门就把衣服弄湿呢？不，这事儿他不能赖我，檀儿，他编剧就这么写的，导演这么拍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会儿弹幕都看他俩笑话呢。弹幕是谁家的姑娘？回头你好好跟他解释吧。弹幕她不是个姑娘，我哎，现在就到了，我当时就在这儿，箱子摆在这儿，我把包搁上去。滚！好好反省。我没错，我反什么省？冤枉，冤枉，檀儿。干嘛呀？干嘛？哎，还限制人身自由啊！就赖你！我还把你拿回来。檀儿，你可算过来了。我听说那个宁毅屡教不改，又在外面惹是生非。可是真的，娘，你先不要着急，女儿亲自去看过了，只是一场误会，我已经把她关进后厨，让她好好长长记性。那就好。这鸭蛋能干什么呀？娘子，我就知道你不能那么狠心。我这正反省呢。你就给他用吧。这不是老爷花重金从西域购置的吗？竟舍得给姑爷用。去吧，反正也快过了使用时效了。老爷真是嘴硬心软，就为了让姑爷对小姐好点，竟然给他用这么金贵的东西。啰嗦。
还不快去，好自为之。吩咐耿辉院一声，让他知道该怎么做。老爷是不放心姑爷的品行，想让耿护院带他去趟新门驿馆，用这法子来考验他。可他若是真跟着耿护院去了，老爷该怎么办？听戏也就罢了，若有轻薄举动，打一百棍赶出家门。老爷，他们抓到人。到底是什么人敢伤我女婿的性命？快去把人救下来。是。住手！快快去！是。姑爷，姑爷，你没事吧？姑爷，老爷不是看不上他吗？为何还要救他？虽然他配不上谭儿，但那也是我的女婿，岂容他人平白杀死？误会，误会。关键是，他一天到晚都绷着个脸，跟个坏人似的。姑爷，你今日棉花素柳，老爷便要带小姐教训你。不，我可以解释，我做的一切事儿完全是为了你女儿能拿到掌印。如有半点虚假，就算将我沉塘，我都绝无怨言。好的，先别打。我真是要帮你女儿拿掌印。我跟你说，就你老爷，这我这老丈人啊，他就是这点子不行。好多时候，其实那话说开了，这就没事儿了。他非跟那儿绷着，撑着绷着。哎，我说不上话，何必想多聊两句？真的，我也知道你也难做。有的时候你说他发号施令了，你不去那行吗？我要跟时间长了，其实还好。你这是适应了，我也住院是怎么着也是老丈人。你刚来啊，慢慢就好了。得嘞，以后我罩着你，在这儿。行，那他是老爷，我要替你多说两句。成，你放心，我也听话着呢，你知道吗？关门上板，咱们今天打烊了。你要做什么？业务培训。跟着我学，跟着我念啊！贵客光临。贵客光临。
光临。随意挑选。随意挑选。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有什么可以帮您？不错，学得很快啊，咱们连起来啊。贵客光临，随意挑选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贵客光临，随意挑选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没事没事，不着急啊，咱分开了，一句一句学啊。贵客光临。贵客光临。对，往上挑啊。贵客光临。贵客光临。随意挑选。随意挑选。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洋溢着微笑啊，就是让顾客感觉很幸福。咱们连起来啊。贵客光临，随意挑选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贵客光临，随意挑选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不错，行，差不多，这差不多了。好，画吧画吧，稍微的稳一点啊，那个啊。你这又是做什么？我们这是画停车位。何为停车位？也不好跟你解释，等着吧。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婵儿，你看，这是何意？其实我第一次来到苏氏布行的时候，就注意到了你们布行门口的这片空地。放眼整个江宁城，只有你们家的布行门口有这么大的空地，这是得天独厚的条件。我又利用闲暇之余造访了一下东市和西市。东市的布行基本都挂着乌市的招牌，说明实力可见一斑。而西市的布行呢，则由大川布行和苏市布行分庭抗礼。我研究过大川布行的地理位置，发现其实并没有你们的优越，可客流量却远远在你们之上。我也做过调查，比对过大川布行的布料和苏氏布行的布料，发现你们的质量更好，样式更新，可为什么销量一直也上不去呢？因为我们将昂贵的布料平价销售，反而引得客人信不过我们的好。那既然你知道，却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？苏氏有祖训，后嗣敦本业，兼济达天下，要为贫瘠百姓考量。我一直眼下做法不妥，但又不想违背祖训。Thank you.
姑爷，小姐的晚膳就最后一道了，您看煎哪块羊肉合适呢？我来挑吧。就选这块儿，谭儿爱吃羊筋。连自己的姑娘爱吃什么都了如指掌，就不舍得跟她多说两句话。这样的父亲，还真挺特别的。你，恕子无礼。您有那骂我的功夫啊，不如利用这时间和姑娘多说两句话。父女之间有什么话说不开啊？说中了，就是。姑爷，咱就在这儿下吧。李公子，您来了，快请下车吧。对，咱就在这儿下吧，我将马车停到前面那间客栈去。啊？那我岂不是要抱着布匹走好几条街？不是，这地儿这么小吗？连个马车都停不下。姑爷，全江宁的布行都是如此，店铺开在街边，确实无处停摆啊。哎，你们还在乌市买布啊？哎，对啊，你们也是吧？啊，我们准备换个地方。去西市，苏市那边开了个停车位，店门口就可以停车啊！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对啊，那走，咱们也去苏市布行。哎啊，姑爷您坐好，请。来，夫人，慢走。好嘞。快，把那马车给我停在车位里头去。我们是布行伙计，又不是车夫。对啊，凭什么听你的？我自己来。从今往后，他说的话便是我说的话，姑爷的吩咐，任何人不得违抗。是。李同学，好久不见啊！真不愧是宁公子啊，同为赘婿。竟敢犯下淫戒，竟然还有今日这般待遇，在下实在是佩服佩服啊！少来这套，干什么来了？啊，我今天买布来了。那正好啊，我们家开的，我帮你挑。走。苏家二房那傻子给我套了话，古园诗会上，他家一向用的是袁姑娘。没错，是的。阿才，小的在。和杨妈妈签订协议，新门驿馆的所有姑娘，不许转让给别家。啊，这，啊，哎呦，哎呦。那就太感谢吴公子了。哎呀，来，吴公子，您喝酒来。哎，贵客，您拿好，慢走。哎呀，宁兄。你这个设计实在是太棒了啊！不但卖布，还卖上了成衣，而且还分为高价区、平价区。那不管是我需要什么样的货品，我在您这儿都买得到啊。李兄，过奖了，过奖了啊！那这样吧，四位仁兄，你们都到这高价区挑一件衣服送给自家娘子，也自当呢是我宁某人给嫂子们的见面礼了。
多谢宁兄。宁兄，我没有娘子。哎，你就当给我的娘子多挑一件了。走走走走。哎，李兄，你这……伙计们都过来啊，照顾好这四位公子，这可都是咱们苏家的贵客啊。这几日营业颇丰，按此进程，相信不日就可与乌氏比肩了。嗯，七条。我呀，前两日又遇上那个乌公子了。咱们谭儿没跟他成亲，那算对了。你说的一点错都没有。我们家女婿啊，那真是一个人才。我一点不谦虚地说，从我见他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他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现如今怎么样？有了女婿，我们家那布业蒸蒸日上，不准以后我们家能成为江宁的首富呢。那就提前恭喜了。哎，咱姑爷长得，那就是一脸的望妻相。对，没错，望妻相。我呀，就喜欢这外甥女婿的长相。你看，小鼻子小眼的，多喜庆。哎，我跟你们讲。我们家谭儿呢，这后半生的幸福交到他手上，我这当娘的就俩字儿，放心。是的，这以前啊，不知道外甥女婿这人这么好，而且还这么会做生意。这么看来啊，这三日之后，这宗族聚义，执掌于大房，那是志在必得呀。宗族聚义尚未召开呢，可不能这么说。这隔墙有耳哦，那怕什么呀？以后苏家还要仰仗着你们谭儿夫妇呢。哎呀，是吗？是啊。啊，对了，你们千万别把我当外人了，有什么帮忙的，你们尽管开口啊。好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其实还真有个事儿，想请你们帮个忙。啊？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把那包先给我，我回去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啊。好的，姑爷。几位，别找了，我在这儿呢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老跟着我干什么呀？哎哎哎，这可不对啊！人多欺负人少，你们六个我才一个，就算打赢了，打赢了你们也不光彩啊！吴启豪，宁夜。你入赘到苏家之后，连自己是谁都忘了。你本来乖乖的迈步也就罢了，没想到你还将手伸到了东市，划分什么停车位，将我们乌市的客人悉数抢走。我画个停车位就破坏市场了？你也画呀，我没拦着你啊。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上次我没一棍打死你，便宜了你娶了唐儿。这次可不会这么容易了。上次是你想杀我。杨妈妈，仆园诗会在即，我乌家自是要先行准备。你这里的姑娘可否都去为我乌家捧个场啊？乌老板，您这是说哪里话？乌少爷啊，早就打过招呼了，您放心便是。哦，不愧是我儿子，能想到这些。那是啊，乌少爷一表人才，绝顶聪明，那端的呀就是一个逆子。啊，乌少爷一表人才，绝顶聪明，端的就是个逆子。老爷，少爷要再次起火冒的那帮人去杀宁毅，我实在是拦不住，我也不敢拦啊。老爷您 别生气。上！
宁夜，这一幕是不是有似曾相识啊？住手！爹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现在胆子大了，什么事都敢给我惹。爹，宁毅他欺人太甚。我早就对你说过，不要为个女人去胡作非为。回家。几日之后的浦原诗会，我看你还怎么笑得出来。到时候我们乌氏和苏氏手底下见真章吧。其实有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。岂无能轻易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第七壶，照无眠。今又何，何时长向便是缘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。